蠢，总是招来权力的无耻。身为全民最大党的老百姓们，奋起吧！欢迎笑看《全民最大党》。One, two, three, four。加油！加油！华少康，收金交万强，魏忠贤，魏忠贤，活动刘兆玄，周杰伦，朱大锤，吴鼎麟。Thank you。欢迎回到现场，感谢那个中山大同地区的所有的我的选民对我的支持，谢谢大家给我的鞠躬，姐，谢谢谢谢哦。我王世坚的，欢迎收看今天的全民最大党，全民做老板，全民做老板，全民做老板。好，今天我们要那个讨论的题目就是说，啊，苏家全他出招了哈，好，那种拆铁皮屋了。我爆料的，他才拆的。哎、欸，约定到底在几了哈？反正有在拆了，而且也很隆重的哈，要捐出农舍哈，这种情怀哈，那真正是史无前例了。关出来你看看嘛，是不是安尼哈？以前只有赵少康捐了哈。啊，这个火到底熄了没有？大家来偷点解哈。好了，那这个我想第一位请到的是哦，我想没有一个绿营的人看到他很喜欢的，大家都看到他很讨厌的哈。啊，他自己自封为爆料天王了哈。啊，邱毅啊，对。大家好，我是爆料天王邱毅。陈水扁贪腐，我爆料的。吴淑珍 A 了很多钱去买的那些珠宝，我爆料的。现在这个朱家全的农舍也是我爆料的。整个爆料的文化里面，要是少了我邱毅，其实一点看头都没有。谢谢大家。很感谢他了，好，绿营快被他爆垮了。来，好，今天欢迎那个。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啦，因为他也不是什么公务员，没有来冲他小朋友，一起上为台湾加油站的执行长，我们在执行上面啊，可能是地下工作人员，金武聪啊，金武聪。大家好，我是啊台湾加油站执行长金武聪啊，我觉得我们这个我们王委员啊，不要这样子好像。请问你是戴笠还是毛人凤之类的吗？啊，没有，我就是我们这个马英九的民间友人啊，我就已经说过很多次哈。那么这个选战呢、啊，一直打到越来越后面呢、啊，本来是应该要越来越激烈的啊，我们就觉得越来越不那么激烈啊。啊，最重要要感谢一下我们对手啊，这副总统的参选呢、啊，出了这么大一个包啊，那我觉得在啊往后我们对于马英九的辅选上面稍微能够轻松一下啊。执行长是我爆料的，我知道，我知道，感谢，我相信啊，接下来呢还有很多呢更值得你爆料的事情了 啊。我们希望呢我们啊在这次选战中能够打得干干净净啊，不要有任何的啊这个违反这个所谓啊一些土地的事情再次发生啊。谢谢大家，谢谢啊。谢谢，欢迎就是那个。从飞机到内裤，他都很在行的哈。啊，军事专家哈，张友化。我是军事专家张友化，话多，朋友多，知道的秘密也多。那我在这其他这段节目当中呢，我也是坦诚，我有帮宋楚瑜联署，联署的很多吗？1000多份。我想说了，应该对他有很显著的一个帮助了啊。那我想说，任何事情你只要找我，你有任何疑问你找我，一定可以得到答案。谢谢大家。好，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个朱家全的问题了哈。我觉得他是非常的那个有容大度啊哈。你敢看人家一直敢讲讲，跟那吴伟博去看那选举之前呢，只要卡到房子的关系呢，都会落选。你看那个宋主席有没有？他马上就拆铁皮屋，有房子。好，你不要跟我 double 到哈，我这边再讲哈。然后他要捐出农舍，就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实在是非常的这个大气啊哈。啊，事关的消林哈，我是你才会装公虾米的哈。啊，这个火我相信你在。我也不晓得今天节目为什么就我们蓝营的呆家一堆人讲讲话就很好了，就安排一个跳海的绿营的在那边谢谢选票，谢谢几年了还在那边谢谢，都快卸任了。干不起来，干不起来。我先讲好了，其实哦，我真的觉得民进党就是这样子啊，因为六姐拍规矩嘛，你们都会 A 钱嘛。要是让我抓到一个爆一个，所以你们现在就开始紧张了。你们国民党都不 A 钱的、啊、哦 ，A 五十几年的钱，你们民进党有爆料的吗？你们民进党有像我这样爆料天王的吗？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爆料啊。我是我邱毅要出来选副总统吗？我没有啊，所以你们不要用那种高道德标准来看我家，而且我觉得你们给我造成很大的困扰。你们把我邱毅的住宅的这个外观的照片还拿出来给大家看，
你知道这会造成什么现象吗？大概就会造成从台北市政府往总统府这个仁爱路会造成塞车，每天会有多少我的粉丝，会有多少路客想去我家楼下看我？我现在以后很难出。不会有什么问题了，顶多就是假发再被拉掉一次而已。不是，每天大概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想要我签名啦、拍照啦。那我光是一出门签完名、拍完照，我就回家了，吧？啊，对不对？你要小心啊！你要你的家住在哪里？你现在公敌非常多，然后看到是哪一家，整个鸡蛋扎进去，你真的很危险的。而且我告诉你，我真正最大的隐忧是什么？我的隔壁邻居就是地保小 S 的住宅，小 S 现在看到我这么红，以后他的康熙来了不会再邀请我来，康熙来了不邀请我来，这个节目我也不要想来了。还有大学生了没呢？小燕之夜呢？冰冰好料理呢？国光帮帮忙呢？所以我接下来可能所有的节目都没有办法上，只因为你们民进党把我家的住宅的照片公布出来了。谢谢大家。我现在严重啊，我现在严重了，风吹吹啊，真正的。我这边跟解释一下，其实现在整个社会环境啊，就是有一些啊，民间有人，是。现在整个，如果说我是个社会观察家的话，我看，对对，谢谢啊，对，对，我是那个皇亲贵族啊。那么我想说是现在整个社会里面呢、啊，有很多的这个火啊正在蔓延呢 啊。那么根据我的观察呢，啊，第一把火呢就是瓜会啊，很多干火呢已经慢慢烧起来了。而这个瓜会旺盛的呢，包括两种族群，第一个呢就是上班族，大概占了六成，那肝火很旺；另外一个就是读书的学生嘛，啊，占了将近有九成了，因为他们用脑过多呢，啊，所以这个肝火上面会有一点旺一点啊。那么第二种火呢，啊，就是，是针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是叫做懒得理会哈。懒得理会啊，最主要是因为每次我们选举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就很多人在抹黑我。懒得把火。对，最懒得一把火，会了哈，会。懒得把火。理会，会要讲闽南语的哈，那就是在选举的时候经常要抹黑我，来扭曲我，这个懒得去解释啊。第三种火呢是，我们在选战当中最不乐于见到的就是肮脏污秽。哦，这把会也实在是很糟糕啊，就把这农地啊占为己有了。所以我一直认为说，我们你不要讲说占为己有，他只是把农舍盖得比较漂亮一点，不是比较漂亮，而且比较大了一点的、啊，整个比例啊，没有比例是不成比例的啦。今天我们把一个农舍盖得漂亮一点。让大家看起来有观光的价值，这有什么错吗？他到底是要去种田，还是开民宿呢？这没有错，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又要讲的好像自己很可怜呢、啊？不是，你们民进党有没有把自己讲的很清廉啊？但是我们一去拍的时候，哇，一个农舍这么大间，完全拜托你。我们那个农舍总整个加起来，它背高爸爸你啊，背高爸爸是你们在讲的、啊。现在不是说有盖过房子，也都知道不可能八九百万盖起来啊。光那个庭院就快比农地还大，这样子的比例上面来是完全不。笨蛋，笨蛋，那个问题不在农舍，是在农舍旁边，他没有做农作的耕种，对，是吧？他就不能够说那个是农地，他就是住宅区，哎，不要说种荆棘，那草皮也是农作啊，你怎么知道种完又不会去养羊？奇怪、啊，你草皮你还要除草一下、啊，你不让它荒废那边。水要多哎，我画个多张哎，啊，那羊才会去吃羊面没？啊那样，所以它会造成。你有看到那个羊在吃那个很短的那个韩国草吗？吃那么长高的草啊？你怎么会没有看过？你去看那个长中山羊啊，在那个西藏的那个长。那个不要说什么，那个青苔只有那么一点点，在那是就解决。那是他没有办法，谁替你？把那拒绝，你知道吗？我是很同情我们王委员，你是面对我们三张名嘴，你是孤掌难鸣，是没有。我没有孤掌难鸣，我说大家要相对起事实来。但是你的硬，你也傲的光辉经典不过了污蔑啊！只是我是很同情我们民进党的主席，我们蔡英文主席，他本来就自诩是一股清流了。你卖同情他了，我还同情你。我没有关系啊，我是默默的在做嘛，我又不会要上台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哦最大档的一个啊新的广告了哈、啊，就是这个伤痛的贴布来看一下来。大家好，我就是民主队的队员，我外号叫做 KK King of Kings， 非常强好吗 ？King of Kings， 就知道我有多强啊！四年一次的决赛。终于要来了，我是王牌，这一次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是雅雅。对，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啦啦队队长雅雅，我最喜欢又厉害又强壮又能保护我的运动员了。KK 加油 ，KK 加油！太棒了，我最喜欢长得超像李玉芬的雅雅。我哪有像啊？哦，你讨厌李玉芬啊？没有。啊？没有。
你喜欢李玉芬吧？喜欢。对啊，没有听李玉芬这种假的，我也 OK 的。太好了，我要上场比赛了，我先一定要先热身一下。好，在热身之前，我觉得应该要吃点东西。好，好了，我跟你讲，运动员就是这样，时常就要补充一些热量。酸梅。嗯，好，好喝，好喝，非常好。加油。OK， 我现在开始暖身哦。好。准备好。啊！我的腰，我的腰好痛。怎么了？才刚上场你就受伤了。扭到了，扭到了。没关系，我要准备全民西普。全民西普。感到疼痛时轻松用全民西普，好撕好贴，舒疼缓痛轻松动。啊！哇！整个腰就好了，怎么效果这么快啊？太好了！我告诉你。我其实呢，这个这一次呢比赛还是四年一次的，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好吗？先练习踢球 ，OK？ 好，先练习踢球。加油，谢谢，加油！看我的无影脚。酸痛，酸痛，快点！小心，我还有全民西普。快点，这里。感到疼痛时，这里感到疼痛是怎样？真是用这里，刚好酸在这里，大腿内侧。对啊。在电视上都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去看个电影就不行？哇！你现在脚整个 OK 了，卡住就能 Q 呢，好棒哦！棒了 ，KK 加油！我告诉你哦，其实啊，我现在身体全好，我要表演我绝招给你看。好，我在民主队上面呢，我外号叫做。我因为我很会顶东西，你知道吗？我非常顶，那球过来我就顶，球过来顶。我在球队上面有号称顶王，厉害了吧？那我要加那个麻辣鸭血跟豆腐。马上来，好啊！不是那个顶王好吗？是顶球的顶。好 ，OK， 我非常会顶，你看我，你看我顶的，顶顶顶顶球来我就顶顶顶顶顶啊！哇，好酸痛，酸痛，还好我还有全民西普。哦，对，等一下，我把裤子跟衣服拉开。等一下，对啊，这个西普很厉害，它可以隔着衣服贴也有效。啊，也有效吗？对。可是要下面一点。下面一点，这个西普它药效很强，它可以蔓延到整个下面。哦，不用。哦，整个湿布，哇，好湿哦。哦，怎么蔓延到下面？西普吗？西普。哦，好湿。而且你到底是怎么了？你这个情形跟苏家全一样，哎，就明明选战都还没有开始打，然后农舍跟豪宅的问题一样来。啊，不，我也不知道啊，我前面大大小小的战役都很 OK 啊，四年以来大小的战役都非常棒，我怎么知道在总决赛的时候会出这么问题，这么多问题？你听我解释好不好？不要解释，你自己贴，我不喜欢问题那么多的人。哎，雅雅。怎么会这样子？奇怪了，我明明大大小小战役都 OK， 为什么今天毛病会这么多？我知道了，我刚刚吃的这个酸梅，哈，是国民牌的，一定是国民队害的，害我吃这个酸梅，害我全身酸痛，太可恶了！国民队，我跟你势不两立啊！我讲到两立好痛，势不两立是好痛，谢谢，好，我的幸福。那个没有事，要是要注意一下那个腰了哈。他们两个应该有在一起，来我们进广告。谢谢，进广告。